行，一个走。喂，回来吧，随便，我对。姐，鬼子来了，快跑啊！喂，随便，哎，一个走。 发生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就是天塌下来，你得像石头那样给我埋在草里，静静等候噬元进入你的射程。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天崩地裂、生死存亡，你得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好的祖宗！諸君、報告です。一人の新進軍発見しました。大将です。ん？どこから来た新進軍だ。来たのはなぜ一人なんだ。君たちはどうして奴が隊長だとわかるんだ。坂田。はい。貴様民家に駆け込んでいったな。貴様の勢力が湧き上がってきたか。私、私、すみません。这枪是从你心窝子里长出来，我想瞄准的时候，天塌下来你感觉不到，地陷下去不关你的事，你的呼吸、你的眼睛、你的心肝、你的性命，通通都长在这杆枪上。你就是枪，枪就是你俩一个神明。一条命。さあ車に放り込め。はい。妊娠を続けろ。はい。
顺肉在部队上呢，顺肉是排长，打死70多个鬼子。你走开，我兄弟一会儿来接我。家顺肉可威风了，起高头大马，骑赤虎马来接我。一会儿我兄弟就来。姐，你干嘛我？姐，我兄弟，你干嘛我？姐，你干嘛我顺肉？你看我，再说一会儿，齐大妈得来接我。老子妈的鬼，我杀了他！大妈。从这时候起，顺柳再也没有一丝笑容了。他终日沉默着，望着天边发呆，
眼中闪出狼一般恶狠狠的光芒。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伏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料想到性情一向开朗的顺溜突然之间能把自己隐藏得这么深，包裹得这么紧。我更没有预料到这情况后面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而这一切我原本都应该察觉得到，只因为那天我过于兴奋了，过于高兴了。好，坚持。因为我们很可能消灭了华东日军司令，很可能打掉了石原。要知道，这可是抗战以来全军区消灭过的最高敌情。陈二雷，顺溜，出什么事了？没事。你肯定有事儿，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事后我回想起这一时刻，那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明白了，这时的顺溜已经拿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我还是以前的顺溜，他才能够这样平静，这样沉默。哦，能够用这样的目光平静地看我的人，不久前也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后岗战斗中的几个班长。他们之所以能够平静地望着我，是因为他们早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排长呢？排长哪去了？没看到。昨晚不是他在吗？你看到没有？你看出来没？不是昨天晚上的还在吗？不知道哪儿去了。排长啊，二雷不见了。二林呢？不知道，昨天迟到了。昨天晚上还在了。报告，进来。那啥，二雷不见了，那把枪也带走了，可能开小差了。你看你瞎说什么呢你？二雷开小差了？那打死我都不信呢。六分区是他的家。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他正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呢。他这两天是有点不正常，有心事不肯说。找遍了，跑远了。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这样，这事先不要咋呼出去，你马上派几个骑兵到远处去找，特别要注意山林、草丛、高粱地，二雷隐蔽性强得很。快去吧。是。司令。那伏击点就在他们家外面，屋子里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二林眼睁睁的看到前辈鬼子走的了，可是他却一动不能动。干嘛把伏击位置定在那儿？因为那儿地形有利。没有居民，好像只有个小孤院子，所以二林事先知不知道姐家住在下面？他不可能知道。司令员，我要是早知道那样，我就不把伏击点定那儿了。你说二林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他怎么一声都不吭呢？二爹从他的爹娘到二雷，个个真烈。他姐被强奸了，这种事儿能说得出口吗？二爹不是开小差，他是给他姐报仇去了，肯定是这样。他知道，他把这个情况说出来，我们肯定阻止他，所以他一声不吭。早都想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司令员？找他回来，必须要找他回来。要不然二爷到回云城，他肯定不可能活着回来。司令员，司令员，找到了。二雷的请假条，他不搁在自己屋里，搁我那儿了。标题：请假。报告司令员，我要走了。我不是开小差，我要去杀掉那个带一把指挥刀的鬼子。完成任务后，我一定回来。我生是新四军的兵，死是新四军的鬼。顺命。
司令员，别跟着我。天皇在东京发布了停战诏书，并发布敕令，要求所有日本军队，包括在华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不是真的，鬼子投降了，千真万确。哈哈哈哈哈哈！大雷啊！啊！中央军委和新四军总部命令我们，对那些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停止一切作战行动，接受他们的投降。另外，通知各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啊，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听明白了吗？是是，执行吧。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喂，军区，我陈大雷，我要跟政委通话。政委啊，是我，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检讨。大喜的日子啊，做什么检讨啊？陈二雷失踪了。这怎么可能呢？啊？你不是说完成任务以后安全撤离了吗？他是安全回来了，但是他回来之后一句话都不说，一整天沉默，一句话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当时。然后紧跟着他晚上拿着枪就走了。大雷，你听着，你现在
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一字不落的告诉我。就是二雷伏击石原的时候，二雷的射击位置离他姐姐家只有100来米。就当石原装甲车开过来的时候，鬼子正在强奸他姐姐，然后他姐夫就跟鬼子拼上了。那么近的距离，二雷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二雷没动，他没有暴露自己。他这一去，不管他能不能成功，他都不可能生还，不可能活着回来。瞒着没报告，所以我这事儿我必须向政委您报告了。我检讨。大雷，你听清楚了，一共两条，请政委指示。第一，陈二雷是个英雄，无论他此去发生什么情况，英雄这一点天塌地陷都不会变。想尽一切办法把陈二雷给我找回来。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是当前的形势却更加的严峻。地委派们居心叵测，国民党那边呢，一只眼盯着胜利果实，一只眼盯着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以现在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更多的情况，只要求一点，想尽一切办法把陈二雷。是，好。司令员，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们俩听着，这里离淮阴城只有280里，二雷失踪只有一天。我想二雷是带着枪走的，白天他不敢走，他只能晚上赶路。这样算起来，他顶多能走出8-9十里。你们俩骑着马追赶，应该在他进入淮阴城之前撵上他。是。你们两个是分区的最精干的人，一文一武。你过去是侦察排长，能把千里之外的耗子从洞里拎出来。翰林呢？舌头能离地，能把铁条说下累来。凭你侦察排长的机敏，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二雷。凭翰林的口才，能提高顺溜的政策和觉悟，说服他回来。这样，我给你俩4天的时间，一定要把二雷给我带回来。是，是。上马。路上注意安全。是。司令员，我们走了，走吧。是。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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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松开那脚，小空啊，哪块哪里没事的？お前な、お前に、欺負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わかるか？お前大きな罪で。何回死んでも構わない。はい。でも翔君、お前に死させない。翔君の骨灰に、ふるさとまで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わか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戦争終わりました。将軍戦争終わった3日前に亡くなりました。これは戦争だ。これは戦争だ。もう言わないでくれ。わかりました。将軍の骨灰、お前に渡して、今から
この言葉はお前の命と同じ証拠の願い完成してほしい。わかりました。私の命で証拠の言葉をフラダノに持ち帰り桜木下さんに埋めることだ。わかりました。それなんかいい。看见，看来吴师叔已经进城了。一旦让他们发现二磊，他就麻烦了。估计二磊进城了。我估计他肯定到了，咱们必须赶到德明党军发现的之前找他。这么大环境找，上哪找？这我早想好了。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要找什么。你想二磊要找什么呀？是祸害他姐的小鬼子。咱们直问鬼子军爷，肯定能找到他。有道理。那边是什么事啊？让您这么高兴？这个鬼子投降了，淮阴光复了，这才让人高兴啊！什么？鬼子投降了？对，你这个人真是的，出了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城里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的队伍到处都是。见鬼小子，哎呦，看来真的投降了，真的投降了，这下可是好事了。上面写的清楚，大家看，大伙看，你看。大爷，这告示上说什么呢？哦，这上面你看这个发布的强占城墙的圣旨告示，那一张的是顾长官命令江淮地区的日军交接投降的告示，你看这一张是习日军司令陈毅发布的命令。命令当地的日军呢向新四军投降。鬼子投降了？投降了！哎，命命令新四军对投降的鬼子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接受他们的投降，让他们停候处理。鬼子投降不能打鬼子了？那怎么打呀？人家鬼子投降还怎么打？不但不能打呀，还要采取人道主义进行给予保护。你看，你看，这上面新四军司令是一发兵令，你看得清楚吗？上面写着呢嘛。好啊，这样好啊，解放了，解放了，鬼子投降了。大婶，你知道那鬼子在哪儿吗？鬼子啊，在西三条。西三条啊，兄弟，这回咱老百姓可真的是扬眉吐气了，那些鬼子全关在那儿。西三条怎么走？啊，要不你跟他们俩走得了，让他们领你一下。哎，好，谢谢你大婶。叔，怎么还慢慢吞吞的？快点啊！
丫头啊，叔呢想跟你说几句话。有什么话到家再说嘛，快点快点。丫头啊，你呀别急，有些事儿呢叔呢还跟你说清楚了好，免得你以后。哎哎，丫头，丫头你别急啊。哎，娘回来了。李爹，你娘在两年多以前就被鬼子害死了，你知道和你哥同一天被害，我一直瞒着你不敢跟你说，怕你受苦。这两年我只能瞒着，拖着，没成想鬼子就这么投降了，瞒不住了。那咱们老宋家现在就剩下咱俩，再也没有亲人。村长，蒋总裁，和顾长官的命令，驻淮阴日军向国民政府代表李宽将军缴械投降。让受降仪式现在开始。
报告将军，驻淮阴第一师团全体官兵奉命向贵军交出全部武器，并无条件投降。国军第三战区第55师少将师长李欢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淮阴日军的投降。站住！按照规定，所有作战武器必须缴械。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这把刀不属于作战武器，他从来没有杀过敌人，只杀过自己。什么意思？日本武士在最后关头用它来剖腹自尽的。如果将军你一定要他的话，请允许我用他来剖腹自尽，之后您再把他拿去。师座，所有日军都在观望，有骚动迹象，请先别跟这疯子计较，以免狗急跳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哼，狂什么狂？啊，仗都打败了，还逞能？你死到临头喽！我倒认识一个杀猪的，他头戴新四军钢盔，他一个人的战斗力超过贵军一个排。可你呢？我是李团长。打扰新四军，给我追！
把姑娘当做你的破坏一样。别来，站住！是你啊，小兄弟，别害怕啊，千万别激动，我不下命令，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的。咱们见过面，小兄弟，你忘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你来淮阴城干嘛呀？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没关系，你不想说就算了。既然你来了。那你们陈司令应该也来了吧？他在哪儿？小兄弟，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样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吧，我和你们陈司令是好朋友，我们俩还有约定呢。攻下淮阴城之后，要到城头上一起喝酒的。我连他最喜欢的那个什么肚包鸡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放在司令部候着他呢。抗战都已经胜利了，是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要不这样。你带着我去见你们司令员，好不好？你再过来，老子炸死你们！你还真倔啊，小兄弟，我不为难你，把枪放下，放下。来，跟紧了，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老巢，找到陈大雷，去吧。是是。是陈大雷想干什么？新四军隐藏在淮阴城里，有什么目的？师座，宋景说有话要单独跟你讲，一直等着呢。单独找我？是是。宋景，你找我有事吗？将军，新四军进城了吗？这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刚才看见贵军在抓捕一名新四军。那我想表示一点诚意，说来听听。贵军驻扎才三天，可我们在这里整整驻扎了六年。我们对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民房都非常的熟悉。如果将军准许，我可以让我的部下来参加这个行动，我们可以迅速地抓住他，并且把他交还给你们。啊，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将军的统一下指挥行动。宋景，第一，无论你在这里驻扎了多久，我们都一定比你更熟悉这片土地。第二，你让我把武器交给你们日本人，在我中国人的地盘上追杀中国人。宋景，你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不不，将军，请您千万不要误会。那好。请恕我直言，你们抓捕的人很可能是新四军六分区的，是陈大雷的手下。这些年，我们跟陈大雷打过很多次仗，各有伤亡。他们对我们的连队怀有深仇大恨，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如果仅仅是老百姓扔几片菜叶、谩骂几句，我并不在意。可他的行为。已经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你们在命令中说得很清楚，对于那些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由你们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请将军记住这一点。宋景，国民政府的命令不用你再向我重申。只要你和你的部队老老实实地待在营地里，就算他整个分区的新四军来了，我也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但若是你们敢借机擅自行动，
我告诉你，不用陈大雷他们动手，我会亲自解决你们。李将军，那就拜托了。把他带走。疯子，吴雄飞，师座，对于淮阴城，你应该比他们日本人更熟悉吧？我还行。好，你带队，一定要搜遍每一个角落，务必把那个新四军给找到。我相信，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来的，其余同党一个都不能漏，知道吗？遵命，老林。你要带我去哪儿？